包住了，应该倒盘子里。他在这吃大肠的盘子，哇！一二三四五六七，咱来口麻椒，跟他们学点啊。虽然是我不喜欢吃麻椒。这个鲍螺其实整体都能吃，就看你自己能不能接触哪个部位了。它有的地方不好吃，有的地方好吃，你就吃好吃的地方就行。老大了，这个大脚丫子。海鲜这个东西吧，就是。不管什么东西都众口难调，谨慎下单啊！你别买了之后你自己本身不接受这个味道，你说我这东西不好吃，那你说谨慎下单，自己喜欢吃的，你觉得你就喜欢这口，我就喜欢吃这个感觉，这个劲儿我就买啊。我这拍个段子，连着好几个段子，吃多少东西，干饱了。